14号，杨幂在微博上晒出一张露出令人羡慕的小蛮腰和马甲线的照片，并配文营业。照片中杨幂身穿黑色短款修身短袖，皮肤白皙，露出小蛮腰，看来杨幂的好身材又要开始营业了呢。此前有网友在重庆偶遇杨幂拍戏，照片中杨幂身穿黑衣，打着黑伞，面无表情，略显憔悴。而24号晚在微博上大秀好身材，这是大幂离婚后首次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，可见状态也是越来越好了呢。芒果拉新闻真的无比羡慕我们大幂的身材呀，报道。